看看这个房子啊。到外面去那旅馆，那旅馆里面呢，一个房间是可以穿越到这个，一个房间可以穿越到这个，那一个晚上三千块钱的房子，来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们排一排好吗？我们排一个下去。
一下。这叫什么？妈妈，这是鹦鹉。红叶，红叶。安静看，想关注。鹦鹉要把嘴巴张开。
这样的。